你在恐吓我吗？你在吃不进，他在恐吓我吗？穿蓝衬衫的阿贝跑出家门，暴气对着邻居开枪。你说没有关机哦，我有录影存证哦。嘿，阿爸的啊，你这里还有的啊，不进。我们没有阿爸，我们现在又没有犯法。阿贝疑似不满邻居抽烟，烟味飘到他家，更质疑邻居乱丢烟蒂，因此气到飙骂不雅字眼。滚蛋！哎。你对，你现在是骂我们三字经吗？我你我在后边阿伯讲无，没有证据吗？你不要讲黑啦，我什么人？你不要讲黑啦。哎，不知道你是谁？你等下结婚，哦，我跟你很好，不要讲我，我来讲。一来一往，谁也不让谁，最后闹到报警处理。原警到场后，告知双方权益，如欲提告本分局，将依法侦办。中中也主流啦，我叫本阿谈我们滚海啦，这样你看你也去。至于邻居在户外公共区域抽烟，卫生局指出并无犯法。那户外的公共场域不是法定的禁烟场所。阿贝因为烟味和烟蒂暴气抗议，飙骂脏话，邻居间险些撕破脸，伤了和气也失了体面。记者刘炳旺是韩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